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 NU 夏季商品的直播分享。我是 Andy，这一天我们真的已经期待一年了。然后，这世界上每一个品牌，每过一段时间，一定都会有一个重大的改革。小到从我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便利商店的招牌、速食店的转型，大到科技产品突破性的更新，都是如此。那我们很幸运的，从2002年到今天，因为了一个念头，我们从剧中走到剧外。这个念头不仅改变了你们，也改变了身为演员的我们。我们经营品牌 NU 这一年多来，我们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同时我们也修正、调整我们的目标以及方向。那今天 NU 也即将开启一个全新的篇章。首先，我们要介绍的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 NU Class Logo T-shirt。那我们有请雨静。大家好，这个非常紧张。那你看一下这个。好。就是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是 NU 的 Classic Logo T-shirt。我们今天有着新的一个 logo，新的 logo 就是给我爱心那件。好，大家可能不知道有一位演员叫做 Carrie Fisher，Carrie Fisher 就是在《星际大战》里面饰演莉亚公主的那一位演员。对，然后那一位演员他是一个作家，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表演者。那他说过一句话叫做 "Take your broken heart, make it into art"。所以，我这句话对我感触很深，因为他说用你心碎的那个东西去当做一个正能量，去用你心碎的感受去创造艺术。因为常常人家都会说，一些难过的时刻或者是怎么样，都是对于表演是没有帮助，是表演的养分。但是我想了很久，我觉得好像不只有心碎这个东西。我觉得在心碎是一种情绪，然后情绪都是可以成为我们表演或创作的能量。那情绪不只有心碎这种比较偏向负面的，也有正面的，也有像是心动，或者是第一次跟喜欢的人出去，第一次跟朋友出国玩等等的，都是一些心动的回忆，那些也是能够成为我们创作的动力。所以我觉得，我把这句话 "Take your broken heart, make it into art" 改变成为 "Take your melted heart, make it into art"，就是拿你融化的心去创作，去做一个能量，去发想。对，然后呢，这个，我们选用的这次的 T 恤是一个同色系的搭配。就是那时候我们为什么会想做一个素 T 呢？其实这个素 T 的这个想法从我们去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讨论了。但是速梯这个东西，毕竟外面大家厂商做的很多，所以我们还是想要在上面加一点我们自己的想法跟元素在。那大家也看到那个 Andy 老师，他去运动的时候，他有穿了一件那个白色的 Gather logo 那件，那也是我们其中一次尝试。曾经我们也想要用撞色的方式去呈现这一个细节。但是后来我们决定回归到最原始的方式，就是我们是要它一个素 T，是要它是一个百搭的东西，希望是连甚至不知道、不认识我们 NU 的人都会看到以后会觉得，哎，这个我是每一天都可以穿的。他有些人可能不想要把一个很大的品牌穿在前面，所以我们这次放弃了，选择了用一个不用一个大 logo、大品牌的字样在前面抢占目光的方式，
我们走一个低调、简单，但是不失细节的一个设计。我们用了细针的刺绣，对，去呈现，不管是，对，不管是 AY 的 logo， 还是这个爱心融化的爱心，就是 Take your melted heart, make it into art 的这个概念呈现在这边，变成说是一个，你远远看，像我现在站这个距离，你看起来是一个黑色 T 恤，但是你近看，它就是有一个 logo， 就像 Andy 老师这件一样，但是它这一件因为是白色的，加上灯光打下去，就会比较没有那么明显，对，没有那么明显，对。但是视觉现场看的话，其实是非常的清楚，对，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细节在这边。嗯，所以这是我们这一次做这件 T 恤的初衷。然后呢，这个必须要讲到这个魔法布料的问题，大家最期待，大家最期待的魔法布料，跟大家介绍一下。常见的布料就是棉嘛，棉，然后再来就是合成纤维。那棉它有它的缺点，棉它的缺点就是它吸水很快，但是它排水不快，就是它水汽通过衣服的速度离开衣服的速度不快。就是大家可以想到我们在洗衣服的时候，或者是洗毛巾的时候，常常都会要挂一整天，或者是要在太阳大的时候去晾，它才会干。这就是它的缺点，它吸水很快。但是它排水排很快，那如果穿在衣服身上的话，就像我一胎一样，那是纯棉的，它吸水很快，它也很舒服很亲肤，但是等到流汗的话，它就会变成闷在里面。嗯，对，这是棉的本身的一个小缺陷吧。那另外一个东西叫做合成纤维，我这次也有使用的，它的优点就是它吸水很快，它排水很快，就等于它是一个布料，水蒸气水气从这边通过它，进得快，去得快，所以这个东西常常被用在一些运动的机能衣或者是排汗衣上面。然后这个布料通常现在被称为叫做凉感或者是冰感等等，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它其实不是穿上会凉，它是。你流汗它不会闷，所以它就凉，它水气走了代表散热嘛，所以它就会相对比较凉，它并不是穿上去会冰，但是这个材质的优点就在这里，但它一样有缺点，它的缺点就是容易会有，如果因为这个材质其实相对于棉来说它是比较便宜的东西，如果以普通等级来说，那如果这个材质是用的比较不好的话，它会有味道，加上它会有一些塑胶的感觉，就会像是我们以前所说的，排汗衣，运动排汗衣。其实运动排汗衣就是现在的凉感、冰感衣，其实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为了撇除掉这个合成纤维的缺点，跟我拿掉了这个棉质的缺点，我们把它们优点合在一起，所以选择了一个95:5的一个比例。为什么会这个比例呢？因为我们其实也选了很多次，就是打板打很多次，包括Andy 老师去运动那天，它也是一个其中一个版本，其中一个材质。我们在尽可能的找到它的就是最大风因素，让它变成保有棉质的优点，也有合成纤维的优点，所以最后挑选出了这个比例。然后重要的是，为什么我们这次的衣服这么魔法呢？因为这个材质，它用的棉不是就是中等的棉，它用的棉是属于世界，大家可以去查一个东西叫做秘鲁棉，属于世界是很著名的棉。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秘鲁生产的棉，它有很好的柔软性，那柔软性配合上我们搭配了它的合成纤维，合成纤维就是莱卡，它有很好的延展性，柔软配上延展，所以它就会变成非常有弹性，就可以再试一下，就是它会变成很有弹性，很有弹性，对，然后它也不会变形，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所那个魔法材质，所带出来的魔法材质，它实在是太魔法了。我们每一个人摸到都说：“哦，这个是什么？”我非常有信心，就这个衣服，这个 T 恤，不管是你夏天穿，你也不会闷热。然后再加上你穿出去，你去
逛街的时候，你去外面摸你的外面的一些 T 恤的衣服，你去摸它的材质，没有，我觉得没有比得过这件衣服的。非常自信，非常自信。我觉得这个是我这一辈子摸过，我觉得 T 恤怎么会这么舒服？对，怎么会这么舒服？刚刚跟 Andy 在走来这边的路上，其实就在讲说，其实平常我们夏天的时候走这一段路已经汗流浃背，如果是一摊的话，就是里面已经有汗了。但是我们穿今天穿这件，它里面也是，我们感觉好像没穿衣服一样。对，打湿我的走过来，感觉好像裸体在这个空，就是走的路上一样。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推荐大家可以去，就是考虑看看。因为这个东西不是有大 logo 在，所以其实可以，我很推荐买给家里的爸爸妈妈或者是什么，因为他们真的会比你所有市面上看到的，不管现在网络上很多的凉感衣或者是某某品牌的东西都来舒服。重点是它看起来就是一个棉体，它没有让你那种塑胶凉感或者是那种的感觉，没有那种合成纤维的感觉，看起来就是个棉体，但是它却保有了这些东西的优点，我觉得这就是这一次最大的一个卖点，对，最厉害的一个地方了。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其实跟一次一次，包括一开的时候，大家有反映说材质很好，但是会不会比较厚，所以就有这个东西出来了。然后包括三开的时候，有人说衣服没有弹性，所以也有这个魔法材质，都是因为这一次一次大家给的预见，给的意见，所以我们有了这一次的魔法材质，要谢谢大家。然后再来就是这个领口的部分，领口我们也吸收了很多，包括一胎、二胎，还有二胎的螺纹，就是这个经验也用在这次的领口，所以我们这次领口配合了这个一样的材质的面料，做选择这个领口是很不容易变形，就是你看我这样拉，不会有荷花袖，就是不会有荷花袖的问题，所以这一次的材质真的是呱呱叫，顶呱呱，顶呱呱，然后再来就是这个领标，特别讲一下。领标好像是云吧？是云说的吗？是云有流有流还是对？很多人说到说这个领标会刮这个地方会刮会不舒服，因为其实我们一开始没有做领标的，因为我们一开始的想法是说觉得不要刮会比较好，但是后来做了一台以后发现，其实有个领标好像比较有品牌的感觉精神，比较品牌的精神，所以我们还是决定做领标。但是后来做领标遇到的问题就是刮嘛，就是会痒会不舒服，然后我们这次就跟衣厂协调，然后衣厂说其实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普通的领标都是用镭射切割的，对，所以它的切割面会比较利，比较粗糙，比较粗糙，然后我们这一次就把我们之前没有用完的领标都烧掉都丢掉，跟重新做一个，包括选材质也选得更柔软，加上我们用另外一个方法去做它的切割，叫超切，对，超切不是超割，超割是超派铁拳那个，超派不是超切，超切就是他用超音波去把它切割，所以它会比较，它的切割面会比较光滑，比较柔软，加上我这次用的材质，所以这个领标我穿到目前为止是没有感受到会有不舒服的感觉，对。然后这个领标也是因为大家给的意见，然后接下来还有就是版型的问题，让大家看一下。版型问题，它这个是就是 unisex 版的，就是叫什么？通用版。通用版就是没有性别的版，没有性别版就是我身上这件其实。没错。它的版型其实是属于直筒，就是你拿一下。它是属于直筒，这两边是直筒下来的，跟肩线是同一条直筒下来的，就是最原始 T 恤的版型，没错。然后我们肩线也没有特别的落肩，所以也不是往那个 oversize 的方向走，所以会可能会比肩线下来自己的肩膀下来一点，但是不会到真的是从这边开始这样子 shorts，对，就是一个很正的 T 恤的版型，然后下摆也。缩短了，对，缩短了，就是因为三胎的反馈科学异常太长等等，所以异常也缩短了。然后
再接下来就是，这就是我们新找到的一个最，应该以后如果大家都觉得很棒的话，我们就会用这个版型作为最基本的版型。对，以后 T 恤可能会以这个版型为主，就是 unisex 的话会以这个版型为主。然后我稍微补充一下，就是我们这个领口，就是大家其实也有反映说之前三代领口偏小，但我们因为第一个是我们改用了不同的材质，就是这个螺纹本身它很有弹性，比较舒服。另外就是说，因为我们有尝试过我们这个衣服，我们希望它穿起来是一个比较精神、比较挺的感觉，所以我们有曾经有把领口再挖大一点，可是我们会觉得说整个衣服的 style 好像就有点跑掉，所以我们的领口还是维持一个是比较不会到紧，可是它是因为它的布料有弹性，所以穿起来它的这种感觉不会让你难受，给它看起来会相当有比较精神，对，比较精神，就像我们在这样，没错，好。然后接下来就是女生的版型，女生的版型也是结合了一胎，大家因为发现很多人都喜欢一胎，像小花什么，他们都说一胎的版型很好，他们希望是有分两个版型，所以也是因为大家的意见，所以我们找回了我们一胎的方式。没错，我们女生是完全另外一个版型，女生的版型袖子会跟这边的连接的地方会比较窄，比较小啊，就是不会是整个袖子这样出来。它袖子比较短一点点，然后下摆呢跟一胎是差不多长的，对，然后主要的地方是在于说穿起来啊，领口也是啊，领口是旁边不是，领口来啊，有特别准备，领口的部分它不止版型不一样，它连领口都跟这个 unisex 的版不一样，车法不一样，它的领口因为是专门，这个是专门 for 女生的，对，所以这个的领口会比较秀气一点。你可以拿进来一个镜头看，这边它等于它的车线是车在外面的，对，跟我们一般的车在里面是不同的，对，这个细节，它领口包边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穿啊，如果说我穿女版上去，我穿女版会变成凯尔，对啊，会露肚脐，我会露肚脐，对，会变成凯尔表示，对，然后这个就是这两款有不一样的地方，相同都是材质，跟是用细针去刺绣，对，然后这一次刺绣的，我们后面也请那个刺绣。是衣服厂商稍微修干净，对，所以不会说一大片线头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对啊。然后我们两款都有两个尺寸，对对对，这个是进化从一胎的原本只是分逻辑进化出来的，对，原本是一胎只有两个散干物款，但是现在这一个是有两。这一款有两个尺寸，这一款有两个尺寸，但其实两个尺寸差别不会到很大，但是我觉得足以就是造成穿被看，就是你看的这个人穿 S 跟 M 是看得出不一样的，但是差别不会到很大，基本上都是属于很好，很符合大众人群的一个的整体的尺寸的一个版型。就是其实都 OK 的，对，不会说怎么样。这个其实比一胎稍微再大，这个的 L 号比一胎的男生稍微再大一点点，然后弹性也比较好，对对，然后还是有修身的效果。像女款的这个，它虽然没有非常明显的腰身，但因为我们里面算有弹力，就是有弹性纤维，所以它穿起来还是会比较修身的效果。然后我们就是分 S 跟 M 两个尺寸，然后。这个通用尺寸的话，我们就是分 M 跟 L 两尺寸两段。像我跟 Andy 就是穿 L， 对。然后大概也是建议呢，女生要穿这个的话，应该是 M 就够了，对 ，M 就够了。然后我们在官网上面这次都有放非常清楚的模特的尺寸，然后他在到时候可以去了解更多那边看，那边会有模特穿不同尺寸的照片，对。然后还有。模特兒衣服尺寸表的下面也有我们自己讨论出来的尺寸推荐，对，就是包括体重跟身高，大家可以在上面看一下自己的位置，对。包大边的那种更宽的包边，模特兒都好高，后片人
后片人，我已经算后片人了。Andy 老师真的很 ，Andy 老师现在很壮，很后片的，所以其实很壮。后片人算起来 ，Andy 老师想踢足球吗？啊，你说你之前在看的那个蓝色监狱吗？其实像我的，我本来就是胸比较厚的，然后穿起来还是很 OK。然后我们也有拿给我们的健身教练穿过，他是对啊，他其实比我壮，可是他穿那个效果也很好，他就看起来真的会有那种有蛮 fit 的感觉。对对，所以其实每个人还是按照不同的穿衣的风格来选择尺寸。我真的要再示范一下，这你看大家看这个棉 T， 白色，白色。看它这个棉，它是棉 T 恤的样子，但是它却可以，你看这个是，所以它是好材质，鲁夫，真的鲁夫材质，鲁夫材质，对，鲁夫材质，这真的是魔法材质，真的大家要好把握，对，而且，对，就这样，现在轮到 Andy 老师，心满意足了，好，那接下来呢，这就是我们 NU Gallery 系列的帆布包包，这边让大家看一下。其实我们的视觉设计非常的简单明了，然后我们就是搭配两款这个文字，说是跟我们演员身份有结合的，就是你可以马上带出我们想要就是融入艺术跟日常生活的这种创意的主题。然后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小巧思，一个小巧思。就是我们在颜色的选用上面，其实我们有延续上一个图T系列，就是一蓝一蓝一绿，然后其实这也是一种，就是我们 Gallery 系列产品的一种延续性的象征。然后这次我们用的这个材质呢，它是用六安帆布，就是它本身它是更厚、更耐磨、更耐用，而且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说。因为一般的帆布包包很大，比如说你装了一个雨伞进去，它就会凸一个雨伞的形状，或者你装了一个铅笔盒，就变一个铅笔盒。但它这个因为它比较厚实，所以你即使里面装了东西之后，它的就是外观还是可以保持的非常完整。那我们的底部呢，则是用一个11公分的包底的设计，所以第一个就是它看起来的外观是好看的，然后它的整体的容量也会变得更大，更好装东西。然后里面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还有加一个就是拉链的那一袋，就是所以如果大家平常有收集发票、零钱、悠游卡还是钥匙的话，通通都可以放在里面，就不会一个大包包，然后在那边捞半天找不到钥匙。这个试背一下，试背一下，试背一下，好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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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排好看，刷起来，刷起来，好不好看？其实真的很好看，就是。很搭很实搭，然后不管你今天你是穿三胎的衣服也好，你就是你是可以自己自由去配色，然后你真的是又实用又好搭的一个好包包，对，这两款。然后就是大家可以介绍一下我们那个影片的东西。对啊，因为其实我们这次影片的创作主要都还是来自于我们这个上面文字的发想。就第一篇大家看到就是 Sorry I'm very dramatic， 就是其实我相信每个人生活中大家都是演员。不只是我跟雨欣是演员，就每个人在生活中，大家都面临不同的情况。你今天面对到上司，你今天面对到家人、父母，还是你今天面对到亲人，你要随时就是你要转换好心情，然后用你最适合的那个态度去面对大家，面对你现在的情况。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那时候设计的那个影片也是我觉得大家互相鼓励，就是互相激励，就是即便我可能今天心情真的很不好，可是。我为了我的生活，为了我的工作，我还是要提起精神来。那大家在拿这个包包的时候，也是可以这样勉励自己。对，那这个的话呢，其实大家都知道，不管我跟雨欣，我们都是很喜欢看电影，很喜欢看剧，就是这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就是营养，就是平常我们心灵的营养。所以对我们来说，生病最好的良药就是电影。那大家在看到电影，看到我们那个 reels 的时候，也知道就是。maybe 每个人可能都有心碎的时刻嘛，心碎有可能是分手，有可能是狗狗离开，有可能是家人离开，有可能是你今天被长官痛骂了一顿，你可能会很难过，回到家里都有满腹的情绪，那那时候我们可能就可以选择一个你属于你自己最疗愈的方式。那对于我跟雨欣来说，我们觉得有时候看了一部电影，我们可以在那两个小时里面很快速的融入到别人的。心情角色的情境去，然后让适度让自己抽离开原本自己的角色，所以这也是我们那时候在创造影片的发想，然后 movie on my therapy， 对啊。
啊，就是也是跟大家共勉，没错。所以这两个帆布包包呢，我觉得非常的实用，也非常的好搭，那大家要把握机会哦。那介绍完所有的夏季新品之后，接下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我们这次的销售方式呢，跟过去大家预购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我们这两款包包，我们都是做限量现货的销售，等于说就是卖完为止，就是不会再补货。然后大家也不用紧张，我们开卖的时间是明天早上11点，对，所以大家可以安心的看完这个直播，不用现在赶快到官网去。对，我们是明天早上11点开卖，然后就是售完为止。那 T 恤的部分呢？这两款 T 恤我们都是期间内现货无限量供应。对，那这个销售期间呢，很简单，就是从明天开始到9月底这两个月的时间，我们都会如果有断货的话，我们都会马上再补货。对，那我们在9月中的时候，我们会在我们的官方 IG 上面就是跟大家提醒说，我们可能是最后一次补货了。然后为什么我的对话上面我是 baby？ 我们直播有稿，我给大家看一下。对，我们。然后我传我们直播的稿，对，这边是好，继续。然后反正对，期间内就是这我们九月中的时候会跟大家预告说我们最后一次补货。如果大家这次穿了 T 恤觉得很喜欢，真的是魔法材质让你非常满意的话，就是不要错过最后转货的机会。那就是大家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面，就是我们都会不间断的不断补货这样子，然后。大家不用担心买不到，对，有可能会断货，但我们就会再赶快补货。对，然后接下来就是，少讲一个东西，我们会就是改变这个销售模式，主要就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可以用最快速度拿到商品。然后再来一个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因为我们也可以确保商品的品质。对，对，这也是我们这次会做出跟预购的改变的一个方式。没错，就是在我们能够确保。预购出来品质是完全没问题之前，我们不会再开预购。对对对对对，对，这是我们的责任。没错，我觉得这是很 serious 的事。没错，对。然后接下来是重头戏了，就是NU 一周年快乐，耶！好，那个经济部统计说，这个创业超过90%在。撑不到一年，所以我们是已经 top 10%，就 top 10%，前十名了。那如果撑第二年的时候，不想只剩下他说撑5年是要一个门槛，撑10年是只剩下5%。真的？10年还是多少？忘记了。对，好，我们加油，继续再加油。对，就是很开心在可以透过 NU 这个东西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一些想法或创作。对，当然这个也要感谢大家，就是一直有。大家的陪伴，我们才有今天，才能走到今天，才能继续创作，继续为大家卖命，生产出东西，好看、好用的东西。对。然后，所以这一周年我们准备一个很大的礼物，就是我们所有的夏季商品都会用8折的价格出售。当然，我前几天有试着播，就是试着上网，所以大家应该有些人已经看到了。所以我看到很多人说，就是比想象中价格还低。没错，就是这么划算。就是这么划算。就其实我觉得这是应该的。这是我觉得这是应该的。对，我们把我们能够控的预算，在预算之内做出最好的东西给大家。没错，我觉得这是这一整年，然后再给大家一个很划算的优惠。我觉得这是一个应该的，发自我内心真心诚心的回馈。对。然后很感谢这大家一年的陪伴，对啊。然后，那你觉得一周年只有一个8折这样子，过得去吗？都问你啊，你是 CEO， 当然过不去啊，自己。所以呢，我们想要让大家用一个最低最低的成本，然后可以体验到我们全新 NU 的品质。对，所以从明天开始到8月15号，只要在 NU 的官网里面。只要消费满5000，开玩笑，消费满1000块，我们就可以免运。心脏跳两拍。我们就是真的是明天开始，然后到8月15号这个将近2个多礼拜的时间里面，
大家只要消费满1000块就免运。那当然，这个免运就是在台湾地区。对，国际运费的话，还是得收一国际运费。那但台湾地区的话，我们就是满千即免运。对，就是在希望这个活动能够在大家第一时间下单了以后收到衣服，发现真的很好，我觉得真的可以买给家人，而且真的很划算，就可以赶快用这一次的活动。对，因为我自己是囤了4件，他也囤了4件，所以大家真的要把握这段时间。没错，就是大家可以，可能原本以前预购的时候，大家会觉得会很担心说尺寸拿捏不准，对，但是这现在有现货，就不用担心了，就拿到货了。然后你真的觉得很好，真的很舒服，你穿出去，哇，真的是很凉，很透气，也很好看，很满意。拜托，推销给朋友或家人，拜托，真的，因为我们魔法材质其实。对，其实也蛮辛苦的。对，真的是很辛苦这一次。那当然就是，所以如果大家觉得尺寸真的没有到那么满意的话，我们还是有退换货的方式。对对对对，一样都可以退换，一样都是可以退换货。对，然后那个马克杯，马克杯，对，那马克杯的部分呢，我们下礼拜因为统一起寄出，就是基本上我们都已经收到大家的那个收件资讯了，所以下礼拜一就会统一寄出马克杯这样子。对。然后后面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一下讲太嗨了。其实对，主要稿子那个东西，对，其实是对啊，我们想要对，因为就是其实我再讲补充一下这个关于 take your melted heart， 对 ，make it into art 这个概念，对，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也经历过很多。难过的时候，尤其是之前在，其实我不太想要分享我负面的东西，就是像我很多过去的一些不好的时候，我也都是跟 Andy 很熟了之后，我们才会聊到，包括我之前也离开过台湾，离开过这个圈子，然后自己在其他地方生活，然后遇到很多挫折，或者是就是有时候会有，也经历过有不好念头的时候了，但是我觉得我走过来了。然后这一章这句话，就是梅丽史翠普在2017年的金球奖上，他有讲过，他得奖的时候他说，就是 take your broken heart, make it into art， 就是鼓励大家成为表演艺术工作者。我们对说不要因为这些事情气馁，所以这给我很大的能量。那当然，我想要把这个东西转换成更正面的，对，就是那你融化的心当做你的。去把去创作吧，用你这颗心，用你热情融化的这颗心去创作吧，就是把它转换成更正面一点，分享给大家。然后这个我也会把它当做我们的 NU 的一个 slogan， 就是我觉得一个品牌，我们一直很想跟艺术做结合，然后趁着这次整个1周年的大更新的机会，然后把这句 slogan 跟大家分享，这样子。所以我自己是其实很喜欢这个文化的爱心。没错，原本我们是想要在连这个 Unisex 版本上面都有文化的爱心，但是后来想说第一次的常备速梯，其实还是应该要我们最经典的东西。对对对对，所以之后可能会有，但是现在这个文化的爱心就会先在女生的版本上面出现这样子。对。然后其实我们这次除了这个 broken heart 之外 ，melted heart 之外，我们还有多了一个简单的 slogan， 就是 Hi，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And you？ And you？ 就是 and you， and you， 对，就是希望大家，我希望这个我们做的这个 and you 可以不只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支持我们继续走下去、自己继续走这条路下去的一个动力以外，也可以是大家在生活中就是 I'm fine， and you， 就是。互相是一个充满正能量 的概念，而不是说就是比较其他的东西，对对，就是希望是这些很实际的一些语言，然后跟一些小巧思，能够让大家很快的知道我们品牌想传达的概念是什么，核心价值，核心价值是什么？对，然后我们接下来也会一直。我们其实年底也跟艺术家已经有确定合作的关系了，然后会推出年底会有一系列的东西，对，然后接下来还有
一些计划，对，这些计划都很不错的计划，然后大家都可以等着期待一下，对。然后我们在这边也是要，就是说，就是其实我们会以这一次 NU 的品质为往后我们大家可以拿到这件 T 恤以后，你们真的，一拆开袋子，你们去摸，你就知道我们为什么对这一件衣服这么有自信，对，这么有自信，因为。你去穿，你去摸了以后，你再穿着去外面去摸其他衣服，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价值，什么叫做价值 value， 对，什么叫价值？所以我在官网上面有 po 了一个一栏，叫做 love the quality， love the price，就是希望用最好的，在这个合理价格内用最好的品质呈现给大家。对，然后就像 Andy 说的，这一个我们已经经过一年的努力了，我们碰碰撞撞，有被厂商忽悠过，有被厂商怎么样过，但是我们这样自己在错误中学习，一次一次改进进步，也谢谢大家的意见。然后接下来我们会以一个我们自己能够掌控的品质，然后用这个品质，用这个魔法材质为最基本的点，对，上上发展，让我们的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产品都会是越来越好的，这个是我们所做出的承诺，我觉得是应该的，就是我们这一年来学习到最大的地方。好，好，接下来差不多了，然后比较轻松一点的环节，对，是 Q&A， 对，可以进入 Q&A 环节。好，喝口水吗？没关系，我这个镜头调一下。对，我们近一点，好，感觉不会大。球啊，白色啊，有人还没有试，对，白色透不透？对，透光，我这个拉开应该没有，对，没关系。好，就是你看，它这边是一个普通的棉质的这叫什么？衬衫，然后你看一下，这边好，它这里是有双层口袋哦，它的光是这样子，对，看得到吗？看得到吗？可以看，这过来，有看得到。然后这个是单层的，然后光是这个样子，它非常的不透，黑色更明显。黑色，你看这就是完全吸光，完全是不透光的。哎，它有开吗？有开。你看我贴着，它都不透，所以它其实是很密很密的棉跟合成纤维组成的。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大家穿白 T 最担心的就是男生可能会在衣服会有挤出的问题，就是因为如果衣服材质太薄，就很容易看起来有点尴尬。那我们这个看起来就是非常的安心，对，非常安心，穿上去不会在那边觉得好像会被。对，它这件真的像，因为白色，因为光打下去，真的就是我说这个包裹的部分比较。但是你走近站近一点，其实就是它是一个细节很精致的一个设计，但是你远远的看就会就是一个素体，也不会说，因为有一定有人是不想要穿一个大 logo 在上面，因为毕竟我们这个也是常备素体的方式，也是为了走这条路，对，所以主要就是想要让大家可以很实穿的感觉，对。然后这个车线的话，大家就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有非常的讲究，就是跟厂商。再三的叮咛，就是这个细节的部分一定要做到最好。嗯，这一次的吊牌不会是很 fancy 的，因为这次吊牌会走一个，因为是常备束巾，所以我其实以后的吊牌，常备的东西的话，吊牌会比较简单一点。我们会把这些东西心思多花一点在衣服上面。对。衣服的材质，确保衣服材质够好。好的，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 Q&A 咯。哦，你问缩率。哦，魔法缩率。对，缩率这真的是要特别讲。缩率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因为我们一胎有一个很缩黑色缩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一次我们跟厂商确认过了，他虽然没有帮我们下水洗。但是他用熨烫机熨了三次，对，所以他也下水实验过了，然后几件给我们报告是说衣服异常啊什么是不缩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对，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还有去做一个耐能的测试。啊，对，我忘记讲了，这个真的很屌。我们去做了一个
撑转嘛，等于是用一个机器压在衣服上面，压在这块布上面，然后它转一千次，大概会花12小时，两天转是20小时，它转一千次，然后它看它会不会起毛球或者是有任何状况，然后我们这个布料是通过这个测试 pass 的 A 对对，所以就是老实讲就是非常的耐穿，对对，是非常耐穿。然后刚刚有说。怎么洗呢？其实就是因为我觉得还是要反面洗，对，因为它就是它其实就是棉的，95%棉，就跟一般的棉 T 是一样的东西，就是反面洗，然后也是深色浅色分开，然后放那个洗衣袋就可以。这件我自己已经洗过了，所以我觉得洗起来的状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也没有缩。然后它洗完之后，我觉得它的垂坠感更好，因为。它会有那种自然的水坠，所以我觉得大家就在这件衣服上面真的是不用太担心洗衣服这件事了。第一个它是用刺绣，刺绣本身就不会有掉，然后再来就是说它这个本身有弹性，它的整个衣型也不会变形。你说要不要试背一下有关系的？好，试背。对，看得出来我今天装什么吗？对，我今天装了2公斤的金块。对，它其实就是它的这个这一个布是6安的布，你们经常都是4安的，所以有些帆布包会有你装了什么东西，它会一个盒子，它这边就会有一个盒子的形状，对，但是这个不会，对，不错。然后旁边还有我们的黑色容易黑色吗？黑色不会，它不是染上去的，对对，它是这块布原本就是黑色，没错。但是所有的衣服还是深色浅色要分开的，这个还是要分开。非常的喜欢。这次版型是前短后长，没有，这次版型是差不多长的，基本是一样。其实这次的版型跟三开是比较接近，然后但是没有衣长，衣长有缩短。对对，衣长有缩短。包包非常能装，包包真的超级能装。我们之前去拍，我们自己出去拍东西的时候，不管是拍 reels 还是我们这次去拍上面，我们去日本其实就是背了，对啊，我们就已经背过了，超能装的。一胎洗久了会褪色，你指的褪色是衣服本身黑色变不黑，还是染到其他颜色？我也都熟悉他们。其实帆布袋我们原本想做其他颜色，就是整个绿色或整个蓝色，但是因为考虑到这一次我们希望都是以一个最基础的方式，就是夏天嘛，大家可能没有想太多太花俏的东西。对，包包是限量购买，黑色变不黑是因为它的就是线脱，就是毛就是纤维掉了或者是怎么样才会变不黑。然后包包的耐重度，一开始我们第一次拿到样品的时候，我有觉得它在上面这边的，因为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加十字，然后我有觉得说它的耐重度可能没有，因为那时候我有时候装真的装超级重，就是基本上你如果一般的生活用品的话是没有问题，但因为有时候我会装一些书啊，或是高丽菜、高丽菜，然后花野菜，真的太重的时候，我有发觉说它的这边没有那么稳。后来我们就跟厂商强调说，我们要在这边做一个十字的固定，所以我们四个这个接缝处，我们都有加十字去强化它。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包包在你肩膀可承受的范围内，它基本上都撑得住。对，包包几层几，待会应该就会先上了。对，那个。直播结束之后，就先上，把东西先铺上去，大家可以先看到。对，然后包包，浩子哥说帆布袋下次做成侧背的吗？这个会，这个因为帆布袋是一个比较基本简单的东西，然后侧背包的话，我们应该会是在明年的就会出。T 恤之后除了黑白配也是有，其实我们计划。这个竖 T 如果是一个大家喜欢的东西的话，其实我们在想是我要做一个完全不同颜色，就是一样的东西，但是可能是绿色，对，或者是蓝色，对，或者是什么其他颜色。放5瓶米酒可能，5瓶米酒可以了，可以了，米酒印成就，
不是五瓶高粱就 OK。杨总有带包包去买菜布吗？当然啊，我超爱去全联买菜。会有创办人见面会吗？哎呦，其实问到点上了，我觉得会有。明年两周年的这个时候，明年的这个时候，你看我们一周年，现在已经有了生出了一个不同的环境的场地了，所以再努力了，再努力了。一周，明年可以期待。许愿T恤蓝色，紫色袜，大家都很喜欢不同的颜色。对啊，我其实明年已经有在跟场地的方说确认我们场地的问题。对啊，也是想要有一些快闪的活动，线下的活动应该可以让我们也平常也比较没有机会可以跟大家相处到。对，所以就是在今年剩下的时间，因为我们要把我们产品的东西的数量至少撑出一定的量，对，那在快闪店的时候才能有东西摆出来，对啊，不会看起来太单调，只有单调，对，没错，打勾勾，打勾勾，没有错，侧杯加1000，好，侧杯我们明年努力，明年我们也会有像帽子的商品，对啊，其实我们一直都有想出帽子，但是因为今年。在我们找的开商都没有觉得还是没有到我们的标准，所以突然就算了，再算了，然后就推到后来就变成下一个东西要上，所以就来不及。我们一定会提前说的，如果我们有线下活动的时候，一定会提早跟大家说，对，不用担心。请问女款可以和这次二彩后一开现场，我有，可是我的没有带一开，我只有带一开的 oversize 内苗，就不太能比较。但，待会可以上网看一下那个尺寸。对，帽子可以，帽子可以。然后，我觉得我自己感觉女款的这次的女款会比一开的 fit 再更合身、更修身一点。可是尤其是 S， 可是它因为它有弹性，所以又不用担心。对，它有弹性。破坏带图案的帆布袋，哦，就是大 logo 大 logo 的，对。外套，对，一开会出复刻，对，明年一开会出复刻，我会改成可爱颜色给大家收，但是数量可能不会很多，对吧？但是大家就开心一下，对。然后还有很重要的是，就是这几天台风，对，然后大家。我看到有些人家里前面淹水，真的要注意安全。然后辛苦大家了，对，然后谢谢大家来陪我们直播。保险真的可以考虑一下，大 logo 的帆布袋，感觉蛮好看的，复刻复刻。大家可以先不要想一胎啦，先看我们的魔法台词，对，我们的魔法台词。这个是我们呕心沥血之作，我们大概前前后后打了4-5次了吧，来回在调说这个材质怎么样，这个材质怎么样，4-5次才出现一个我们 OK 的。所以真的，其实你说做衣服简单的话很简单，就是你找一个公版，就是那种对厂商去做。然后你复杂的话，其实你要求的话，其实真的也不容易，就是因为你光板要自己开，开了以后要调整。就像之前我跟我发过脆，对啊，我为了2公分，大概调整2-3次了。而且因为它都有所谓的云差，对，就是我们有时候想象到觉得说这个就是多少就是多少，但是毕竟这个就是人工做出来的，它不可能是完全，可以照我们想象的东西，它还是有一个云差在。对，然后我们就要为了那个云差去做调整，有时候会要再多抓一点，因为它可能会实际做出来会再短一些些，然后这个来回就要很多次。然后大家真的可以帮我们好好宣传一下，因为我说收到的人，你们一定会喜欢的。这个材质我真的很有信心。对，然后推荐给亲朋好友、爸爸妈妈、儿子啊、女儿啊，然后好朋友啊，跟他讲说：哇，这个素T是我穿过最好的素T，最舒服的，好像没有穿的一样。对，好像没有穿，穿比不穿还舒服的。走出来，我今天有穿衣服吗？有穿的，有感觉。对，然后像我们现在在冷气房里面，真的会凉凉。真的会凉的，是我刚才一算是不是？对，真的会凉的。这个是真的，这个是真的可以运动的。这个它的弹性是足够运动的，但我还是觉得，如果要运动的话，
我还是推荐穿完全的合成纤维啦。对，因为那个比较薄，又比较吸水排汗，对，比较快。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因为你运动的话，你就真的是穿完一次马上就洗。老实讲，对衣服的使用的寿命也还是会稍微减少。嗯，但是我上次非常激烈的一个小时的高强度运动完，测试过穿它运动是完全没问题的。我也觉得没问题，完全，因为我们今天走在外面大热天的走来走去也很 OK。对。请问白天穿黑色去运动，黑色会容易褪色？是太阳长日晒的话，这个倒是真的没测试。对，但是。嗯，这个真的是没有，我们测过耐磨，但是没有耐晒，耐晒这个东西。嗯，这有点难回答。但是这个穿的人防晒，我确定穿的人防晒，因为我后来去查了以后，防晒有些衣服会说它的防晒系数什么东西，其实防晒就是看你纤维的密度。那大家刚刚看到我们衣服的光透过去，其实是很少的，所以就代表说它的密度是很高的。如果大家需要这个报告的话，我们下次可以把这些东西推测。对啊，然后当然如果大白天穿黑色的话，还是有吸热的效果，所以老实讲还是正中的。如果穿黑色，我觉得还是会有点热。然后女版 M 跟男版女版的 M 这边，男版的 M 没有背包。但是因为它两个是完全不同的，它是完全不同的版，所以其实比较起来没有，就是后面是男版的 L。你不要拿白色，我拿是 M。我拿 M 是白色，我拿白色。团长穿一下女版，不要一直想看我露肚脐好不好？我想看你变凯尔，这样子。所以。女版的 S 会再小一些些，其实女版不小哦，是其实没有真的没有很小，真的没有小，对啊，我觉得比女版的 M 是比一胎的女生大的，对，是比一胎女生大的，而且它可以接受的范围更广，因为还有弹性，对对。对，专门的认证，真的对。16568女生穿 L， 我觉得16568的话，女款我们只有 M 跟 S。M 吗？165的话就穿 M， 穿 M 就。然后男款的话穿 M 就好，对，穿 M 都是 M。刚刚我看到就是男生最大的尺寸就是 L， 然后小一个尺寸就是 M。对，我们男款跟女款都是两段的尺码。对，等到我们再厉害一点就可以出三段，对不对？对 ，OK。尺码短一段，因为其实我们每出一段尺码，我们都要自己抓，在衣服不会变形的情况下，哪里去缩，包括胸围还是腋长去怎么缩，缩几寸，然后版型做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比较说到底有没有价值缩，因为如果真的完全也看不出来的话，那就也没有那个必要，要再缩更多，缩更多可能又会版型会变，所以其实。我们没有那么简单的去什么东西都减一公分，什么东西减一公分这样。女款就是分 M 跟 S， 对 M 跟 S， 然后男版的 L 跟女版的 L 差很多，女版没有 L， 女版只有 M， 差蛮多的，差蛮多的。我就穿男版的 L，然后女版的 M 的话，我穿起来就是开了。身高148，女生 S 会不会太大？不会，应该是 OK。身高148，对，可以啦，对 ，S OK， S OK， 对啊，大家对尺寸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因为你们可以先买看，对，然后真的可以试，就是穿看，对，感觉一下，然后如果觉得喜欢什么样的尺寸，还可以是做换货的，对啊，这个机会，就是我觉得要洗就好了，对，这跟之前预购最大的不同就是因为预购的时候大家对尺寸就会真的很紧。因为你下的时候就没办法改变了，但我们现在有现货的好处，就是大家至少可以尺寸上还可以做调整。两种的语种可以给我们什么福利吗？啊，我们给的福利很多耶，80满千免运。
他们不知道会被猫咪抓住吗？不会，不会，至少我家的猫都没有抓过。对，杨总穿女版，没有这种事哦，想太多了。肉的女生穿女版会不会太小？我觉得，因为我不知道肉肉是多肉肉，所以可以去看一下，待会网络上会上我们的尺寸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然后不确定的话，一样可以私讯 IG 或者是我们官网都可以。好，差不多了，十点一个小时哦。所以简单来说，我们这次就是有分男款跟女款，男款的话有 L 跟 M。两个尺寸、嗯，然后女款的话就是 M 跟 S 两个尺寸。那男款跟女款其实它在版型上面真的是不一样，所以大家可能要用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两个商品。嗯，明天要上班会不会一个小时就完售？不会啦 ，T 恤是没有限，对啊 ，T 恤没有限量的，所以我们如果完售的话，很快就会再补货。就是期间内，就从明天开始到。补货的日期大概会抓一两个礼拜吧。对，少量可能一个礼拜就补货。对，所以好哟，那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的一周年的拍照姿势。哦，那这样。是这样子，嗯，把它中间一点，嗯，NU 一周年快乐，啊，有吗？耶，希望可以看到这样，好，谢谢大家。然后就是我们会越做越好，然后我们承诺就是大家收到了这个。出题的时候，你们一摸就知道，我们会这个品质为基准，只会越来越好，不会落差。然后大家可以就是去试试看，然后推荐给身边的人，拜托拜托了，魔法材质的开发成本还是在那边，拜托拜托了，会被厂商追杀的，他们付不出钱来，我们厂商起定量的，对啊，起定我们厂商追杀的，拜托拜托，拜托大家，不管是。新认识我们的人，或者是已经陪伴我们走过从牙开始，还是从 NU 开始这一年、两年、三年来的朋友们，就是都很谢谢你们。然后我们 NU 一周年，就是一周年快乐。嗯。然后我们再一起努力的走下去。对。两周年、三周年、十周年，成为了5%，成为了5%。好了，那就大家晚安喽，然后注意安全，因为现在中南部好像还在下大雨，对。然后那就这样吧，晚安。然后有什么事情可以私讯官方的客服，然后我们都会尽速的帮你处理。然后对，就是这样。哎呀，你们，爱你们，拜拜，拜拜。